社造伙伴，那我们的展出呢是在第五个馆石农生态干仔店那边哦。首先恭喜陈俊友，请上台。欢迎桃园市中立老人会，请上台。三门朵义社区管理委员会，冯华文，请上台。以及桃园市桃园区春日社区发展协会，桃园市芦竹区中山社区发展协会，桃园市芦竹区中心社区发展协会，汤俊杰、吴佩环、吴宏基，台湾湿地富裕协会，以及桃园市杨梅区秀才休闲农业发展协会，还有夏庄子店以及邱兆明，请同来到舞台上，谢谢。同样有请秘书长为我们颁赠感谢状。有好多的年轻的朋友投入相关的领域，让我们呢可以吃得更加健康，同时呢诚如秘书长刚刚所提到的，环境的永续经营更是我们所看重的。好，我们有请我们的贵宾来往中间方向，一样请我们的朋友们可以来方便的话前面可以蹲一排好不好，他挺冷的好不好，筋骨比较挺冷的我们就在前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口罩部分就请大家自己决定哦。来，请大家看我们中间方向镜头，来空出一只手给自己也给伙伴比个赞好吗，一起看中间方向镜头，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石农生态组的社造伙伴们，谢谢大家，请从右手边的方向回到座位。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